初代美食博主，从业八年，能找到多少超好吃的小众火锅食材？哎呀哎呀，很软很软。我29.2岁之前，我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。咱们的调料合集：定西大宽土豆粉、福建土特产、肉燕面、罗定鱼脯、泡泡豆干、邯郸特产、五香皮渣、鱼恋花、海鸭蛋黄虾丸、峨眉山雪魔芋、香豆腐、鞭炮笋、海蓉、绣球菌、海葡萄、黄瓜干、花菜干、海兔子和八代。哦，看这一桌，太牛了吧！这也来个这个吧，鱼恋花。它真的很好看，但是蒸着不好吃，你就煮着很好吃，你就下辣锅里煮着它。咒杀鱼脯，罗定鱼脯是用鲮鱼肉做成的，它吃起来呢就像那种油面筋那种口感，非常的细致，你一煮它就软了，贼香贼好吃，你还能吃到鱼肉那个鲜味，整个的绣球菌搁一起。我给你们看海蓉泡完了之后，它这个东西啊，泡完了之后它的特性就有点黏黏那种感觉，你洗洗完了之后你再泡它又黏黏的。泡泡豆干，它是卤好的，这种下进去的时候啥样，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，非常好炖着。咱先吃个海葡萄吧，先让它慢慢煮着，看着就爆汁啊。我这边准备了芥末酱油，说是可以不涮直接吃吗？不是，哎呀这也太可爱了吧，鱼子那种口感一点都不腥，淡淡淡淡的那种海带的味道。今天第一口一定要给它，它的口感像那种油面筋，但是多了点鱼肉那种韧劲儿。看看动静，哇，虾仁虾肉，它中间不是空的，是因为我把里面虾给揪走了。好吃，外表是鱼肉那种脆脆的口感，里面更脆的虾仁。哇，看咱泡泡豆干已经泡泡了，来个油汪汪的泡泡豆干，很软，它中间是有空气感在的，不是我印象中那种很扎到嘴就扎扎的那种豆干。啊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呦，把这八代下去，要下咽下一整条的，下进去之后立刻打卷，看辣锅煮鞭炮笋，这真的绝了。泡泡豆干太香了，谁看到现在馋了，给你这一盒裹了麻酱的绣球菌，银耳的样子，木耳的口感，但是却比木耳薄。嗯，能听到它咔咔脆的声吗？啊，天灵盖都掀翻了。今天一开始那一大桌子整整齐齐的，加上这锅料，你们给我估个价，你们说得值多少钱？把我的邯郸皮渣下进去，让我猜猜看，你们都得说多少钱呢？300、500，咱别的不说啊，那个海葡萄我是真的在外面吃过的，78一份，没有我这一半多。刚出锅的绣球菌，鞭炮笋，哇，它吸太多辣油了，它在我嘴里爆炸。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嗦粉嗦面的一个东西来吃，香豆腐，这个是我在自助小火锅里的时候看着的。今天这一期啊，到某处搜罗来的，我跟你说这都是我的宝藏。这个雪魔芋你看着像那种大面筋似的，是吧，它是魔芋做的，它不是那种面洗出来的那种面筋，它是这里面最最最吸辣油的一个东西。这五香皮渣你可以多煮，可以多炖，它外表看是这样子粉条，然后你切开之后它是这样的一段一段，你久炖它也不会碎，就贼筋道。海鸭蛋虾球干菜花搞进去，黄瓜皮在里面一烫就行，老清新了，这就是火锅中的小清新。它是黄瓜干啊，不叫黄瓜皮，叫黄瓜皮就惯了。这种水分多的菜一旦晒干了之后它就会梗梗的，黄瓜的清香它又保留了，老好吃了。看菜花干，你煮久一点它就是那种软软的，又梗又脆。我这个海笋我不知道能不能咬动啊。嗯，可以，就是脆脆的口感，但是我真的必须要一个剪子了，人家麻辣烫爹为什么给它剪断，就是你如果一大口真的咬不动，它这个里面也是有这样空隙的，所以它很吸汁很吸辣味。今天推荐东西都有个共同点啊，脆吸汁够辣，它跟刚才那些脆的不一样，它的脆会更皮，每嚼一口都会冒汁出来，没有海带那么咸，没有海带那么有海味儿，就是鲜味儿。接着蒸，终于来一个不是脆的了，哇，
它不是贼吸油，它是粘油，很软很软。糯叽叽，很麻薯。嗯，不久一点，它外表的边缘就接近于透明的那种样子。哎呦呵，拉了一地。哎呀，走腿上了，王子轩。啊，我们莱州的缩写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，跟刚才所有东西都非常不一样。它这个旋魔芋牛不牛？牛。哦，我给你们看啊，这是旋魔芋的过人之处。哇。看着像面筋，但它吃起来是脆的口感。魔芋有多脆，你们知道吧？你想象一下，它一大口这么一根儿，它这么吸汁，这么吸油，我来吃呀！哇，还是牛的，还不够烫一个来。它煮的时候也千万别煮太久了，不然它那个猪猪会煮爆。它这个咔咔的爆，全都是它一粒一粒的那种爆，集中的那种爆。嗯，一点都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小众的火锅食材，也可以反推荐给我，肯定有我没有吃过的东西，互相分享一下子。我还有东西今天没有买，东北那个粉耗子也很好吃，喜欢这种糯糯的香豆腐那种口感的，可以试试。哇，这个汁儿非常 like。这是正经我私藏的大肠头，哎呀，八带鱼，我现在就在给你们推荐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吃吗？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吃过的，老弹了，不是说 Q 弹那种弹，红薯粉那种闷的那种弹，久煮不烂。把鸭蛋虾球给你咬开一个啊，哎呦，看里面。真的海鸭蛋老沙老细了，我上次买过一次，买了三包，一顿就都让我造完了。刚好那天王子没在家，他就没吃过。既有外面沙球那个脆弹，还能吃到里面那个海鸭蛋那个香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哟，海蛋黄啊，嗯嗯，再加一口闷，还有嘴里爆浆。八带鱼面，爆头那个八带鱼，头很好咬，爪子我得给嚼开，它得一根一根的品，不然你一下吐了进去，吃白瞎了这东西了。嗯，大肠头太香了。河北的姐妹们在哪里？我现在29.7岁，我29.2岁之前我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。还有个仙藤魔芋，我找那个东西找了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找到过。之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经常吃一家麻辣烫，只有他们家才有。我前段时间找着了，花了8块钱运费买了5斤，康康被我造完了。你们如果跟我一样喜欢的那个东西，可以5斤5斤的买。小众的吃完了，再来点大众的。来一筷子哦，这东西火锅必备，这家太好吃了。脆脆的又来了，哦。好脆！那件毛肚啊，在我这桌子上，它输了。你们陪我吃第一轮，他陪我吃第二轮，巨大。有没有莱州人真明显？咱莱州缩写真贼好。你说今天这东西，你是不是咬一口你就饱了？看，看它多长。我买这黄瓜皮比我和王子怡在外面吃的好多了。嗯，这样好，它气儿往那边刮。哎呦，人家吃烧烤都配一个八蒜老妹儿，我吃火锅配一个八蟹老弟。真好吃，它肉好甜呀。嗯，哇，更像蟹肉棒。莱州小众火锅食材，莱州梭子蟹，莱州梭子蟹肉棒。定西宽粉 YYDS。电视麻辣烫火的时候，我老得意了，我早就发现过这个。那时候这个土豆粉卖的网上都买不到，咱家60包库存，还得手非常疼。
我余光能看到王子鱼，我正大口吃的时候，他。你现在穿这衣服，你也不觉得羞耻吧？前两天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王子鱼天天穿这个背心子，然后来修东西的大哥，王子鱼都这样啊。那大哥那个那么整，那个那么整。烤牛肉。哎呀，咱就说，还有谁？本就只有另一个人。你看那个，它就拨弄不开，它就是这样一坨乱码。嗯，爽了！哎呀，哇，我吃了这个菜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叫肉燕面，一秒透明，煮个三分钟吧。你不要看它薄薄小小的一团，那一团能煮这么咸，根本不断。哦，来吧，姐妹们，今天最后一口。面面吸汁就滑溜溜的皮，人们如果想自己在家煮火锅或者煮麻辣烫，或者你买什么火锅食材啥的，我跟你说今天推荐的这些东西一个都不会出错，还有什么好吃的你们记得随时推荐给我哟，挥手一分钟，拜拜。